对，好运啦、啊、事业啦、啊、健康啦、啊，这属于阳的符咒。对，那这个到庙里面有主炉过火三圈之后，祝签呐，这过火过了。拿这个本人，拿这个不是拿签呐、啊、去主炉过火三圈，好不好？这过过火了吗？这一定要的，不然怎么敢送给你呢？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贴在家里面的书房，对，或客厅，或是他的办公桌的左边，工作室，工作室，对，不得了的好啊，如神驾到啊，哇，神赐神力啊。OK， 看我们讲话，你看突然，哦，一片晴空，知道吧？不是，老师，你讲话过程已经打两次雷，前面这个左下方看一下，好 ，OK 了哈。